啊，我听我说的，当你两只手垂低的时候呢，对手就很容易把你打晕。你试试，来，来，一二三四。你现在把胳膊夹着，拿左右绳过来看看。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两只手夹着，朋友，一二三四，三三去打。来来来，海哥，站稳，来，站稳，来，哎，站稳点，来，来。不能够被人打晕，是。来，来，哥，干嘛就干嘛。我没学到我要学的东西，我不会走。我这可没黄飞鸿。你妈用力呀！你不用腰力，你怎么打拳呢？啊，怎么掉了？啊，这样夹住他，知道吗？看着前面打，来，不灵，来，一二三四，头右地呀，左右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走。我现在让你知道，打自由搏击不是。来来来，两手抬高，来来来，收腹收腹收腹。你对着镜子打两下高看看。出力呀、啊，这叫打拳呐、啊！来呀、啊，出力呀、啊！来对着镜子，功夫好，人也很好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徒弟跟着他。为什么要学自由搏击？我要学真正能打的功夫，做一流拳手。你说哪里？出力、啊，来，收腹，收腹，来，出力，出力、啊！气吧，啊！高举，高举，高举吧，啊！我看这房子年头已经不小了啊！你说的对。他们刚来的时候啊，也是这么说。我和他们不同，我有信心，比他们强几万倍。第一，我讨厌话多；第二，就是看太少。你比担心我能做一流选手？说话，也许是你自己根本没本事训练。